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《梨花颂》的第八句。长恨，长恨，看，长恨，长恨，长恨，一去，看，长恨，平着。长恨，也是一，一定要打到这个位置上。长恨，恩的音，长恨，长恨，一去千古。看，长恨。要这个声音打到这个位置上，一，一，一，要把它咬住，一去千古，也是有两个画这个腔。好，我再从前面一点点的位置接一下啊。长恨，就是摆平。长恨，一去千古，呜呜，你看，呜呜。出这个丝，你看，呜呜丝，这个丝要慢慢的把它这个丝放出来，这个丝也是舌头碰到上面和下面牙齿中间这个位置，一去千古，呜。吸完了一口气，嘶，最后这个嘶再慢慢放，你看，呜，你看放在这儿，呜，吸好气，拖住，不要一下把它这个嘶就放出来，这个气需要慢慢慢慢慢慢把它放到结尾，收住。呜呜丝，再把它收住，因为我们要跟着这个音乐，它是一个尾声了。尾声的时候，我们要跟这个音乐非常默契的在一起，从轻开始放放放放放放，声音响，再到尾巴的时候再轻回来，等于是接的时候就是丝的时候就。吸好气以后，这个丝需要轻轻地放出来，中间的地方就越来越响，最后的时候再越来越弱，把它给收住，这样子这个音呢，就是非常漂亮唱出来。好了，今天我们把所有的《梨花颂》的唱腔都教完了，希望各位朋友从在家里可以多练习。这个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给我留言。我会一一解答，拜拜。